台中市维新医院院长暨医学博士徐景琦在今年四月份的国际分子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脑脊髓液生物标记于正常认知、轻微认知缺损及失智病人间之差异的英文论文，获得国际精神会议特殊荣誉。作为这篇论文八名医生教授中的第一作者，他最感谢中山医学大学健康数据科学中心、台北荣总传统医学部及国立清华大学指导教授们的合作协力。用那个脑脊髓液啊，脑脊髓液，我们人体是一天产生200cc 到有的到600cc， 它是免费的啊。那从这个从脑脊髓液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啊。啊，分析的结果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是这个total 就综合的蛋白质除以类淀粉沉积。徐景琦说明，日本的田中根一在2018年曾经发表阿兹海默症研究报告，以正子摄影跟脑内类淀粉的沉积检测失智程度，而他的研究为直接用脑脊髓液可达一样的诊断目的，而费用更低，未来可以运用在早期失智症筛检上，有利于医师诊断跟精确用药。因为是直线反应，所以他将来如果我们抽这个脑脊髓液就可以直接知道你的失智的程度，就是会数字化，会数字化。我这是一个开端啊，当然就是以后可以应用啊。啊，因为这个发现非常的独特，所以它就能够直接用直线可以画得出来。所以我们想说，这将来可以大力的推广。那国外的人和台湾是一样的，就是拿那个脑脊髓液人家说拿龙水吧。所以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普遍。那将来可能要普遍一点，就是说啊，你有这个老了还有失智症，我们抽一下就知道你的失智的程度，它变成一个数字化。徐景琦将在今年12月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科学论坛，并担任国际精神卫生及精神医学会议里同题目的主讲人。他要求主办单位在会场悬挂台湾国旗，并播放台湾民谣来纪念曾祖父，获得巴黎主办方认同与感动，同意将播放充满台湾味的歌曲。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道。